来，今天接着上一次聊那个教堂，咱们再接着聊啊。上次聊的都是农村的教堂，那么各地城市的教堂啊，像青岛那个，您说了网红打卡。我发现一个地方啊，吉林。吉林呢，聊到吉林啊，一提吉林就是长春。实际吉林有个吉林市，吉林市的人实际还很郁闷的，因为当时跟那个当地人一聊，他们也同感，和省名一样的城市的不多，不太多啊。吉林市，这就是一个。来，先看图，这个吉林为什么重点说说呢？来看图吧，看见中间一个教堂，这个江水呢，受到这个，它上游有水电站，水电站呢留下来，冷热一相加，老是雾气腾腾这地儿，尤其早起啊，太阳没出透的时候，10点以前，这个景色啊。你现在这张照片一看，刨去那大翻盖火柴盒这种楼，这一看这不是财务室河旁边嘛，是吧？尤其它这个雾气昭昭、云遮雾罩这地儿挺好玩啊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这是意外发现。照片的前端啊有一个大桥，不是照片里的大桥啊。偶尔的回头一望，哟。这儿有这么一个建筑，这附近是他那个市政府附近，应该是啊，记住这个地方，没再进去观察。吉林啊，好玩的是这些，看这个，哎，这张给它关掉，这张给它关掉，来看这个。这是哪年去的呢？我也忘了，说不太准了。这也是刚才那个原理，松花江那个上游就有热电站，热水出来，由下游呢热水冷热相加，这个呢就造成咱们北京这儿这叫树挂是吧？有些地方这叫雾凇。整个那个这沿线呀、啊，就你出了城以后，往松花江的上游吧，往上游方向去，全是这个样子，一路。但是这个呢，它还很奇特啊。你太阳如果一出透，没有云小挡着，你看这满树的这个东西。这树挂，瞬间用不了一分钟，突然就没了。当时我还不太信，结果真赶上了，从江边出来，立刻什么全没了啊！这个地方现在也在组织旅游，一旦变为热门呢，可就不太妙啊。任何地方啊，都有这操蛋的人啊。你像这，其实东北本地人都挺好的啊，什么事儿没有，去那儿，这个遇这么一个事儿，来看这张，遇这么一个事儿呢，我坐车往这地方去，这个呢，俩车。一错，停下来了，互相间停下来了。他们很默契，有当地人，都是两个当地人开车，要把我给换一车，倒一车。你这个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，对吧？我说你们这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地方比这荒凉，已经进入那叫什么县呀、啊？
一个满族啊，满族自治那么一个地儿。那我说你们什么意思？干嘛呀？他让我先付钱，给完那个钱，我说待会儿他再跟我要钱怎么办？我说什么呀？说这个您甭管，您放心吧，啊，您放心，当地那是一私家车，他呢，我说你开慢点啊，开得很溜的，他开得真很溜啊，怎么有点犯卡了这个？来，先看图吧，然后呢，一路到目的地了，他也没再说什么。也没要钱，我就放心了。后来听他解释，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这个呀，就是他回城送，遇见我，他回城，他一回城呢，他就省路途了。我呢，本来想到市里去接人，这样呢，等于双方都合适，哎。他们经常来这么搞，他但是城里这个司机一定给了他点儿，着拨他点钱啊，着拨他一点钱，这么个意思。然后这个司机，当地的司机特好，特别好啊，特别好。不，我看他挺好，我说您再多拉我去几个地儿吧。这个中午我就请他吃点饭，随便吃点。人挺好的啊，都很好。就是说，重点说这个吉林啊，你要说不是网红打卡呀、啊，我看也就这两个地方啊。从摄影角度说啊，能出点什么东西的地儿啊，能出点东西。看看这个，这个有点意思。这一景啊不好找了，这是哈尔滨道外那旮瘩啊。因为它各城市都在翻建翻新折腾，折腾你把那个折腾好点儿就行。城里那些已经折腾的那些老建筑折腾的不像样子了，硬件很好，就它外边这个颜色呀，给搞的呀，不太接受啊。这类东西应该叫修旧如旧，你不能给搞的这个。修旧如新，新还色不正。这道外这很地道，这自制的酒吧，是不是有点挡着呀？来，自制的酒，这个呢，还一个那张照片找不着了，叫老五什么呀？就是那种豆腐。豆腐做的跟那个小肚似的，圆球啊，圆球，还热乎乎的，来一个还真香，还啊，推小推车一卖，这边还有点老建筑，有点意思。哎，这灯关掉，还有什么值得说说的吗？这吧，这没什么意思了。哈尔滨。你去东北呢，一定是冬天去，对吧？看那冰雪还得。那么这个呢，这冷可真冷，真冻脸。这脸呀，就戴上一层这头巾都烧脸，受不了。这都小事儿。我前半年前我归了东西，一翻这书包，我带俩相机去的，一卡片一长焦吧。好嘛，一书包电池，我说哪来的电池啊？哎呦，想起来了，太凉，正好那几天是零下20度出去了啊。电池，我从旅馆出来，就到这大澡堂没走到呢啊，其实很近，你就是出门10分钟以后，相机就完了，电池完了，冷冻完了，还得买。那么多买点吧，电池完了赶紧换，回来也忘了归着了。都前日子上突然出现一书包这个5号电池啊，时间长了也没法用了啊。
这个地方还行吧，这个地方还行，但是它比不了农村教堂那么那一份情绪啊。这也就照张相的事儿了，这个啊。这是哈尔滨另外一个教堂，这里头这地儿没什么人，这地儿挺好的，这地儿挺安静啊。它这个俄罗斯那种吧，东正教那种形状的。对于宗教，咱们不太懂啊，我不信教啊，上级说了，不太不信啊，哪教都不信，但是咱们哪教都尊重啊，都尊重，凡是劝人为善的啊，宗哥是好事儿啊，还有什么值得说说的吗？看看。这个两只老猫，哈哈哈。啊，白猫这眼光，哈哈哈哈！这哈尔滨道外那旮瘩啊，道外那旮瘩，关掉。还有什么呢？这个冰激凌本身我就吃，现在每天也喝一根冰棍儿。马迭尔，上他这总店那儿还行，还行，确实好吃。大冬天的软，冰棍儿这东西啊。这冻冰，你还别那弄得人啃不动，那就没戏了。就让你关掉。还有什么值得说的？这是上回遗漏的，这个一定不是哈尔滨那个啊，我忘了是哪儿的这一张，因为不跟那些图册在一块儿，单独还分不清楚了。我回忆一下啊，这一张是哪儿？有一种天然的美。这张是哪儿呢？应该是崇礼附近那些。现在关了。上次一路的。这张我能想得起来，这张应该是上次说那个温泉屯村那个啊。旁边双树村那儿一教堂，就是在永定河畔涿鹿县啊。这教堂很气派，院子里也很棒，是里边那画像什么的，大卦象很震撼。我都说不出是谁啊，他是外国人，是外国现代的人呢，还是以前他历史这个教历史上的什么，说不清了就啊。啊，这张与这个什么无关，就是不是西藏，这个是黄河很清这个地儿啊，这个地儿在哪儿呢？洪源县，四川青海交界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那叫喇嘛吧，啊，以后再单讲这些吧。太棒了，这张挺震撼，这张挺震撼。来，这个是哈尔滨那个大教堂的侧后面吧，有点胳膊啊。这张是哪里啊？这张是。河北涿鹿县这个地方，涿鹿，有句老话呀，千古文明开涿鹿啊。这个地方据说这是元代时间就传过来的，也是。这个具体地名我记不住啊，它在那个纸坊口那儿有教堂。再往怀来方向，顺241国道往北去，左手山边上有这么一个教堂。你不注意看，你看不见，因为它是依着山建的一些民房。看见几个大尖儿啊，我说看看去吧。哎，进去一看，还真是一古教堂啊。正好一老太太正要去，里边有两个人，两个人正在活动，我也。没法再跟人家交谈了啊，不能打扰人家。这张关掉。
还有一些有意思的。这也是哈尔滨道外，这个老街啊不太多了，老街不好找了，不好找了。我专门见一小子跑这拍广告，某某某某这那的东西一通吹，家伙事不少，拿他们一堆东西在。找那地儿不错，我也找到那地儿，这得上对面去拍照。现在就这种比较纯的没了，全给扒了啊。好的，这张关掉，我再放下来。现在这油管子上这点事儿啊，就瞎鸡巴发有人看，聊点他妈真东西没人看啊，这个，你说撩山水，那弄他妈的李子柒这个，什么玩意儿？人家他妈他磕他妈一鸡蛋的高拉的带他妈音响效果的，我操你他妈逼的，带他妈后期的，能抽烟吗？哎，说一下胡子啊，这个呢可不是故意留的啊，这不是故意留的，从去年12月我从山东回来，这开始闹武汉去，一闹武汉去，这毒这个呢，这个疫情了，一有这疫情我就理发馆全关了，没人了，春节后也没回来，前天刚刚回来，刚剃剃头，要不然跟那个扎动集中营里那谁似的。所以有人就像昨天晚上在外边录点东西，我都不敢照自己，照怕他们吓着谁。就留了这几个月啊，留了这几个月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以后再聊，以后再聊。